小叶，今天是你第一次来面试财务，你要加油啊！我在这里等你。等我啊。啊！怎么面试这么快？这公司没帅哥，我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赶紧给我起来！啊！怎么了，小姨？你看你那肚子那么大，快点跟我起来做健身操。喂！还愣着干嘛？赶紧给我起来啊！好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过来。哎呀，干嘛？小姨最近胖了没有？哎呦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对不起，小姨，你看起来一点都不胖，你比闪电还要瘦。你应该说胖不胖，你爆了才知道。难怪活了二十几年都没有你胖。你别笑。我小姨平时看起来斯斯文文的样子，其实实际上是这个样子。走开！哎呦我的妈！喂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，外卖吃完要扔到楼道里面去，还不赶紧？行了，知道了。哎，小姨，门外有个男人呢。快去开门！哎呦我的妈！小姨，我腿有点酸，过来帮我捏两下呗。那你是疯了吧？你是翅膀硬了还是肉痒了？哎，本来想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呢，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。现在有没有舒服一点？那男的帅不帅？我上个星期的衣服还没洗哦，要不然你瘦了一点。你再说一遍。还想不想要男朋友了？好吧，没问题。顺便把我那几双鞋也洗了。哎，这傻瓜，这样的性格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哎呀，我约了同学，得出去一趟。家活都没做完，去什么去？哎呀，我这约了的女同学很漂亮的，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。漂亮。哎呦，你哪能跟他比呀、啊？他腿又长又白呢。哎，看清楚了，是谁的更长？哇，前面这个美女都跟了三条街了，不行，这就要上去拿个微信。美女，喂，小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看飞机。哎呦我的妈！哥，可以当我男朋友吗？可以啊，我把我的车给你，我的房也给你，有孩子也跟你姓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啊，不是你跟我开玩笑先的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怎么不小心把手机掉进厕所里了？真的是。哎呀，小姨，啊，那个我手机不小心掉厕所里啊，你能帮我捞一下吗？给你加500块。神经病！哎，还想着给你找个男朋友，现在看来。小姨，你都不用用手套了。哎，你这么很快的